主席，对唔住各位，唔送富居，我系揾阿林郑月娥嘅啫。嗱，咁就林郑月娥司长，你好心啦，你嚟啦，人哋食饭都冇得安乐。嗱，你嚟我就唔 call 嘅。咁啊，林郑月娥当然唔喺度啦，我都假设佢睇紧电视啦，我就继续即系讲啦，系咪？咁佢。即係講到咧，就係話佢一出嚟嘅時候做三件事，都係令到委任佢嘅人咧個威信係受損嘅。咁我引呢個潮錯論嘅開頭嗰一段，各位翻譯嘅同事攣到潮錯論得㗎啦，我都係讀嘅啫，我唔記得咗㗎啦，讀咗咁耐。咁佢就話而唔不信，即係話咧，其實即係話，即係話呢個如果你。去做事唔係諗住會有出錯嘅，然後夾硬嚟嘅，咁啊一定大件事啊，冇平安。咁但係一個人應該點做呢？我講埋主席，因為我講個上集啫。一個如果就算係咁嘅人，為人人君子豪傑之事，為能出身，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，此故非勉強其越之間，而久以求名之所能。呀，呢個就係話林鄭月娥啦。為能出身而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，呢個古文評注個注就咩咧？此句為一篇關鍵。主席，呢個當然蘇適係一個大文學家，亦都係政論家。即係話，如果你要做嘢咧，你要出，要呢個出身泛濫啊嘛，係咪？咁你林鄭月娥做咗咩咧？話你走咗去，主席，佢唔識聽嘅喎。咁出身泛濫先得，好啦，呢個林鄭月娥咧就唔肯咯，唔肯，咁自然係會搞錯好多事啦。主席，代主席。自己做錯嘅嘢唔肯認，叫人去認，呢、這個就係林鄭月娥嘅本質。我相信就算好多保守派嘅，即係呢、這個你叫保皇派又好，叫佢做建制派又好，都捱過啲嘢，強硬，唔講道理，傲慢。主席，淨係講呢個長新津呢件事，呢、這個咁嘅司長。啱啱一上台，我諗梁振英應該叫佢為你搞啦。我而家好煩啊，大佬啊，我有咁多嘢，係嘛？我都已經係頭痕啦，即係頭皮都甩曬啦。因為佢嗰個僭建嘅事，佢梗係你要為個主人去，即係呢個冒險犯難啫咁啊，出身犯難。你就算你唔為眾人出身犯難，為佢啊，佢唔係我一傾，工聯會啊。呢、這個民建聯啊，自由黨冚棒同佢傾話，喂阿局長啊，唔係阿司長啊，你個局長咁強硬，即係張建宗邊個硬得起嚟嘅人嚟啊？真係頂頂佢都驚嘅。誒、哎，呢、這個咁嘅林鄭月娥咧，又唔知發咩神經喎、啊，就親自嚟呢度係督師喎、啊，就硬要硬起來。你話死唔死啊？係嘛？喺長生喺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呢件事上面，充分體現到呢個人係不能係負證嘅，不能報證嘅。好啦，一錯未能改，再錯落去。你諗下喺呢個特區政府裏面所有講得出嘅錯處，譬如間呢個海事處海難，喂。呢、這、一個張炳良唔認錯，你又叫佢認錯啦？個海事處一個芝麻綠豆官死都唔肯認錯，個司長又冇統率之力，因為司長嘅哲學就係立法會管他，下面我唔講啊。喂，佢當監察佢嘅機構係傻嘅，當視民意如呢個閉曬閉劇。啊，咁你點搞呢？嗱，呢個林鄭月娥咁樣執政，當然係大件事啦。咁老實講，
咁講到呢度咧，其實都應該扣佢四個月人工嘅啫喎。因為點解呢個長毛要扣佢12個月人工？當然有下集啦，係咪？嗱，我講到呢一度咧，就係話，當佢喺處理一啲行政嘅問題，梁振英日理萬機，日日搭飛機去大陸，佢留喺度噶嘛，佢鎮守大本營噶嘛，係咪？鎮守邊關，我食餐休餐噶嘛，佢應該表現佢喺香港坐鎮時候執政嘅能力。你話邊一樣嘢佢做到？仲有一樣嘢，我就講啦，講時講啊，真係呢一個梁振英被困 HKTV 一役，呢個林鄭話做過咩咧？林鄭好似就等下呢個梁振英做呢個神呢個神前吉喎，慢慢陰乾喎，並未康助呢個主子，反而都講埋啲唔等使嘅嘢。阿哥，阿代主席，如果你請一個咁嘅下屬，請一個咁嘅總經理，你係咪一刀一腳踢開佢咧？佢就係嗰個總經理嚟噶嘛，或者係如果 CEO 嘅總裁嚟噶嘛，老闆有事佢唔出嚟，喺側邊喺度講嘢，非要到老闆就嚟死啊，都不出嚟解圍。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咧。其實係佢係唔應該做呢個司長嘅，即係唔應該佢嘅才具，佢嘅肩膊係冇咁闊，可以承得起啲咁嘅壓力。咁由於咧，我係話要減佢12個月嘅人工咧，為求公平起見咧，而家講4個月咧，我就覺得已經差唔多，因為時間夠啦。咁我會大家，如果你哋諗住咧，點解要扣12個人工，我會慢慢話俾你聽嘅，因為佢有2年幾嘅正職，而家我講咗年鬆啲啫。我希望咧，大家有機會咧再翻嚟聽一聽，唔使我叫你翻嚟聽，我一陣間又會叫阿林司長。唔算啦，唔叫林司長，費算數，係咁先啦。